水垢，我们来喷喷看我们的神奇柠檬。嘿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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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这个地方喷喷，嗯，试试看呢。好，他说要等多少？等20-30分钟。OK。泡泡冲掉之后，不错耶，蛮亮的，跟新的一样，哇塞！哇，天哪，厉害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